孙啊，你回来了啊？阿孙啊，阿公今天煎本龟给你吃哦。阿孙，你回来了啊！阿孙啊，去长水。阿伯呀，吃饭了啦！啊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！哎呀，放在厨房，你自己去拿。你开呀？开了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那你外面有没有下雨？有没有早点着凉？阿孙啊，为什么？要我煎本龟给你吃？不要，本龟很难吃的。你不是以前很喜欢吃我本龟？哎，那烦啊。沙丹，静静，沙丹呀，这个是你现在的餐包吧？我看看一下。沙丹，你不幸的就是，你的头脑里面生了一个肿瘤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得了最后一期的癌症。我真的对不起，要告诉你这个消息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我还有一个孙子要照顾。医生，但不是我们不要救你，而是因为你的癌症已经到了最后一期了，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要我要怎么办？我还有一个孙子要照顾。下雨下雨，快点进去，快点进去。阿伯呀，阿伯呀，你闪阿伯呀！
不，你不要这样咧，吃啊！你说过我不要吃就是不要吃了。喂，要不要吃一些东西吃早餐？不要讲，你整天坐在这边，都还没吃到东西，我去拿粉粉给你吃啊！哎呀，不要吵啊，走开啦！阿伯，你不要讲哎，吃点。滚开啦！我等一下要去我朋友那边了，你下次离我远一点。但等一下你饿肚子了不好嘞，阿伯呀！阿叔，你不要讲哎。找我一套，一天就是。OK， 那就吃吧，有啊，是不是？